Hello， 大家好。看到我刚才文青的模样，就知道要介绍这个地点是有文化的地方。没错，我现在在的地方是纽约知名的学府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上城靠西边，在城边高地 Morningside Heights。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我身后的图书馆。这个学校跟电影息息相关，凡是电影里面需要大学的景点，一般都会到这里。因为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这个学校算是比较完整的大学校园。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魔鬼克星也有这里的场景。说到这所大学可是来头不小，在全世界排名都在前20名以内，也是常春藤的名校之一。在这个学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754年的国王学院，1784年改哥伦比亚学院，1896年改为哥伦比亚大学至今。他的医学院也是美国第一所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在20世纪早期，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并称全美最高三大学府。这里毕业的名人不少，华人如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宋子文胡适都是这里毕业的，还有奥巴马、股市大师巴菲特，还有最近过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也都是这里毕业的。我刚才走出来的地铁站就是电影里面女主角走出来相同的地铁站，这个位置在曼哈顿中城23街与百老汇大道。这里有个著名的地标也在电影里面出现，就是 Flatiron Building 熨斗大楼。这个大楼是在1902年完工，楼高22层，在当时也是摩天大楼的象征。想想1902年还是满清末年，在地球的另一边就有能力盖这么高的大楼，这是人类科技的伟大。这栋大楼的外观大面积充斥着不同的雕刻及造型，建筑结构上也是最早期使用钢骨结构来造楼，是非常有典故和历史的大楼。记得居住的里面的皮特也是在这栋大楼的报社工作。附近有个小公园，等会儿咱们去公园里面逛逛。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在下城，靠哈德森河旁边的 Rockefeller Park 沃克菲勒公园。这个公园就在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男女主角骑水上摩托车到爱丽丝岛的地方很近。电影里面拍摄的地方是 Brookfield Place， 也就是世贸金融大楼外面的码头。这个金融大楼里面有个 Winter Garden， 可以去里面看看。电影里面他们驰骋在哈德森河，也就是我现在影片拍摄的地方，对岸是新泽西，在河中也可以看到爱丽丝岛和自由女神所在的自由岛。要到爱丽丝岛还有自由岛，最好的方法还是买到自由岛看自由女神的船票，因为这个票也可以在爱丽丝岛停留。爱丽丝岛是早期移民报道的地方，在这里做短暂隔离后才可以上曼哈顿。很凑巧，我去年有同学来纽约找我，带着他们去这里，这里附上几张照片。你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